下真的丑爆了。你现在差不多，差不多。王德伦，卡粉，卡粉。海带烟暗，苍苍山头。我小时候就是老在家里面的时候，那也是我小时候老在家里面听的歌。反正我是我爸爸，还有我，所以我便跟着唱。是我爸爸放的。我们不一样。啊，谢谢叔叔。他会不会叫有朋友叫你爷爷 ？Hello, it's me。我也不多说，王俊凯，我在这节目的时候还没你呢，我是看何老师你的节目长大的，这一季你觉得跟之前最大的不同在哪？最大的不同啊，最大的不同就是，人与人的不同。我觉得我能跟小董成为好朋友，也是因为我特别喜欢他，特别看重表面这件事。过年回家，你最害怕被亲戚长辈问什么？小时候的时候就比较怕来问，就是考试成绩怎么样嘛。现在其实也没什么，他们可能也不知道我一天在干嘛。难道不是吗？我们俩年纪不相仿吗？我也是从小看杨子姐姐看长大的。他对我的幼小心灵是多么大的伤害呀、啊！用你棋步造一个句子，你就这样翻，就是你直接翻出去。没有，我知道我是属于那种长得不太清楚，对不对？长得不太清楚是什么情况，对吧？就是比如说，你看64K 哦，16K、32K、64K， 我就全身都是马赛克。